哎，这焦点话题，我们持续来看到出道已久呢，几段绯闻传得沸沸扬扬的王力宏，哎，这一次终于是公开在脸书上公告恋爱 ING 了吗？照片当中，您看到这位长发女子依偎在他身边呢，两人看起来非常甜蜜。王力宏也在脸书上呢写下了这几年来你们在微博最多的留言是“赶快找到你的 Forever Love”。他呢就说，我很幸运的找到了一个可以牵手共度未来的女孩子，这言下之意是不是已经暗示大家婚期不远了呢？那么王力宏也很公开哦，就立刻也公布了女友的资料，她的名字叫做李静蕾，那么今年27岁，目前在哥伦比亚读研究所。他也说这女朋友不是娱乐圈的人，希望大家不要透过各种管道来认识她。最后也说爸爸妈妈都很喜欢她，当然也希望粉丝们也是了。